大家好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在 Wanzabil，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Wanzabil 的质量怎么样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客厅，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朋友们没问题。那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用餐区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独白镜。那朋友们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厨房怎么样。那我们的厨房有双西门冰箱机。我们的厨房有足够的空间，做饭很方便。哇哦，我们的广播房有这么漂亮的风景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二楼怎么样。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你在这里可以享受最好的办公空间，发邮件呀、看盘呀，都很熟悉，很方便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主卧怎么样。我们的主卧呢有足够的空间，还有浴室，然后我们这边有 Zabil Park 和独白镜的风景。那我们这两边是我们的衣柜，你看我们有很大的衣柜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有浴室。这里是我们的浴室，下班后可以洗澡，可以放松。朋友们，想更了解这个项目，可以拨打800 Shumo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.profitshumo.com。